你要拿那一只给它当那个什么嘛，当影子弄比较好。你这样子手，我待会就关的。要拿一个那个，要关了吗？弄嘛，好关啊。开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生日快乐！等一下啦。哪里来的骆驼？啊，对，等一下，你好像要表演的。哎呦嘿！你这样过去啊？来骑骆驼。你好，这样你过去啊？来，我去哪里？去啊，去那边。然后这样不就好了？过去喽。来，林永庆，你要高一点点。对，好，准备喽。就刚好那个，它最小的好像就是八寸。
不是，我是说你这个切那么大片。我知道啊，你怎么要吃大片呢？超冷的，你吃了一定会被冷。它冰淇淋就有这样的形态，然后另外一半。对，它是交错的，交错的。你觉得白色地方超冷的？而且这个很贵耶。偷工减料。一千多，我自己刚每一层都是冰淇淋，忍住了。对呀、啊。它可能每一层都冰淇淋，也太冰了。那是另外一种。要不我要小块就好。你在家不要自己切小块的。嗯，哇，这个维新王要的这个蛋糕太棒了。真是厉害。我也是最爱这种口味。就是厉害。不过我去看了 Haagen Dazs 的 ，Haagen Dazs 他也有做很多造型的，有做什么雪宝啊，什么 Weibo 的，他2000多块。你刚才不说吗？就吃到饱，你就吃，你就吃有他有弄那个哈根达斯，还有什么石头是不是？当都说了，高石头啊，有这种的，你就去那种吃。他说比那个。比去吃自己记忆体不多，而且我等一下我下个礼拜就要开始线上上课了，我要吐了，不要再浪费我。现在国小生也要线上。我们开始，我们差不多应该要开始。我是国，昨天不是才说国高中生。我说的差不多是开始，就是说我们的学校开始感染，应该要开始补课。东邓，东邓有人吗？第一个班已经出来了。他不要三分之一才人品。有一位国小。你有没有三分之一要多少？三分之一很快，有几个班？现在小学有几个班？我就看见会不会破4000，应该就是破4000。下礼拜应该破万吧。两个班。太夸张。四个班。看来想下个礼拜要。他们说疫情那个的话，可能还要2年。动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对啊，他停4天就好。然后都不停。不是，你如果你第三季打了，你第三季呢？还没，因为我怕第三季打下去以后癌症会出现。你先把你吃东西为什么手要是？因为那个小心你的盘子。盘子先买好再去捡，因为它变异的基因太多了。对啊，而且他说那个。因为癌症就变异。你得过之后还会再得啊？对啊，不是得过之后就不得了。对啊。我就按你一直打，就是改变你的很慢。切，插几个罐，烂货。这个 DNA 都查了，反转不美。很多人都是打了2剂，很多医生他们本身打2剂就打。对，因为那个会影响基因。因为 mRNA， 因为只要是 NA 的东西都一定会。那那个基因、啊，如果每次都要踩啊。你换到宝宝去做。你讲的是什么话？你儿子踩人，然后你叫被踩的人换位置坐，你应该是叫你儿子的，还要叛逆吗？因为两个人都要想到解决的办法。他脑子有洞。不是啊。他脑子有洞，改不了了。那你脑子正常的，你可以调整一下。他要叫他改啊，怎么会改不了？因为有些人就脑子有洞，你改不了了。然后脑子没动的那个人就可以想个解决的方法。你也不是第一次被踩了，你已经踩了3次以上了。那我要解决踩我的这个人是不是？那也可以，那你可以解决踩你的那个人，或者是你其实脑子也有动，所以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两个互相。你这个逻辑不太对。你这个就是在护短。没错。护短是什么？我没有护短，而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我从。婚姻生活中付出的人生大道理，因为你没有接把那个拿过来，你还没有进入到人生超级苦难的地方，把那个没有办法，纸巾的拿过来，纸巾的拿过来，纸巾的拿过来放这里，纸巾的拿过来，或许可以把它往前推，你是不是可以走过去？祝你生日快乐，这个不用留了。好，德心宝回家，已经吃完蛋糕了，可以回家。再
可以开礼物了吗？对。你要问，你要问，我不会开礼物。可以开礼物了吗？这样子，我开心啊，我吃过。谁想吃就吃。对啊，你要吃多少？反正就换一样。反正就这么多。不用下，我再给你们冰淇淋啊。因为他现在被他现在已经没有心情了。对，我已经被冰冻住了。来，我帮你弄。好了。好。但是那个蝴蝶结，来蝴蝶结，我帮你，你这样一拉就开了嘛。OK。好。这是。超人力霸王。不是，哈哈，失望了。我们没有买超人力霸王吧？是超人力霸王。餐盒，一个餐盒。喜不喜欢？餐盒。便当盒。便当盒，反正我便当盒都快烂了。你便当盒。反正你快烂了。你便当盒快烂了，很小，快变。便当盒会太烂了。你不要弄到那个盘子，到地上你也太可怕了吧！便当盒快烂了。你看吧，没有东西啊。没有东西吧？有宝可梦卡盒。宝可梦不是更好吗？那我要拆这里面。这么多层、啊。给我们。该不会拆到里面是谁包卫生纸吧？结果竟然真的是卫生纸。还有那个兽叫啊！哇，也太多盒了吧？怎么会这么多？我来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？轻轻的，轻轻的。里面是空的，是装卡的。哎呀，装卡的有一个盒子，哎呦。金卡是另外一盒，整盒金卡三百多张。哇，这么多！没有啊，去年就买了。金卡盒，它那全部都是金卡、闪卡。有还有一个咸蛋人呢。哎呀，人家吃的。或者盘子，你要变形。再来看这个。你的生日你要带着拆礼物嘛？都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不能啊，我是 DAD 的。你肯定也是 DAD。我们那个同事，李永信。我们那个同事跟我要那个上他的那个网站，嗯，可是一直上不去，是怎么回事？他要给我他的电话，要从电话加 LINE。加 LINE。啊！那是他的 ID 吗？不是，就是电话。那也许他的电话就是 ID 啊。不是了。啊，你的宝可梦呢？你不看一下你的宝可梦 ？ID 跟电话的肯定不一样。两个都打了，两个都找不到这个。他有个 ID 搜寻，跟电话搜寻。对。
我两个都得进去了，都没有。所以他为了他可能没有。他说他也，他说他也找不到我的，我也找不到他了。你叫，因为你没有设定，他就会找不到你啊。老妈也没有设定那个 ID 啦，他没有设定 ID 跟电话没公开。他就有电话耶。他说从电话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当然要设定，你要公开才可以，你没有公开，人家找不到了。隐私权设定，要设定公开。加五幺。加五幺在哪里？然后他在打有电话，很多人知。就是人家乱枪打鸟，股票的啊什么的都会过来。那我现在要怎么弄？啊，你拿你电话。啊，你那个奥克，啊，你新宝，你那个咸蛋超人不是你那个，你那个金卡不看哦，宝可梦金卡。啊，你有你同事的电话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很简单。叫老妈，叫老妈的那个 QR code 下下来给我之后，我就用那个，我用电话传给他同事就好了。很简单，就是花一个那个费用而已。然后他同事用他一个简讯的 QR code， 他好像有电池可以装有声音呢。就用他的简讯就好了。因为有些人就是想说不要花钱嘛，这不过就是一个钱，就是一个简讯的问题而已。他说是什么？他也不太了解了。对，他当然不太了解。然后他妹是说你连不上的话，你就用 QR code。对啊。我现在就是帮你用这个问题，但是你们两个不见面嘛，重点是你们不见面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有什么事，我是要，因为我现在是要参加退休人员的那个网页，还要先连到这，要跟这个老师先，爸爸，电子上加入，来过来，我帮你用吧。